决定拍一个特辑，就是要当一天的100分女友。为什么这种东西有人喜欢？你嫌弃我做的东西？没有，我嫌弃菠菜，我哪敢嫌弃你啊？有贤妻良母的 feel， 直头吹得过啦。如果这个东西啊不是我朋友送我啊，我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哦，爆了！融在我手里。早安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现在是早上的11点钟。我刚刚吃了一个早餐，现在觉得很幸福。那平时的早餐我都是跟阿 Ken 一起吃的，但是他昨天打game打到很夜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起床。不用紧，我原谅他，因为我今天决定拍一个特辑，就是要当一天的100分女友。为什么我要拍这样子的特辑呢？我不知道。平时这个时间呢，我应该会开始翻他的床，叫他起床，然后煮早餐给我吃的。但是今天我不会。平时每天欺负他的我，今天会变成小绵羊，一点都不会生气。等下呢，我去煮 brunch 给他吃，他最喜欢的青豆汤，然后再帮他洗买衣服。我要看一下他的反应，他应该会吓死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平时这些东西是他做的，加上我朋友最近送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给我，我发誓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见，我听都没有听过。它就是长这样，它叫做洗衣凝珠 laundry capsule， 就是丢一粒下去，整桶的那个洗衣机的衣服都会洗干净的，所以我们就用它来洗衣服。那我是想到我最近想要多拍一点 vlog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拍这个特辑吧。所以我现在要去煮早餐，但是我们大家出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吧。阿 Ken 在不是一直叫，应该会很大声的。一点，我怕吵醒他。现在我就去拿他最喜欢的青豆汤，先等一下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他最喜欢吃的。他可以每一天都吃青豆汤，我真是觉得很厉害。然后他青豆上面他会放一点猪肉丸啊，放腐皮啊，所有的这样，我就努力回想一下，到底平时是怎样煮这个青豆汤的。我尝试还原他。头都不会开，我应该是史上最没有用的人了。我记得之前见着过我，应该是这样。各位观众，我成功了。我超没用，我居然觉得自己，我妈咪看到应该骂死了。OK，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，哒哒哒哒。就是平常青豆呢就会配这些东西的，我阿嘎阿嘎啦。为什么这种东西有人喜欢？然后同样装一罐子的水，青豆汤完成了。然后大概煮到它烂了就 OK 了，可以放那碗。台湾香肠，香蜜。椒粉，看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。现在我对得起我妈妈，放一点腐皮。Sorry， 这个是茶腐粥。OK。看到吗？噔噔噔噔，有菊云，有菜，有腐粥，还有台湾香肠。我刚刚煮好就醒来耶，很好吃哦！我刚才试了味道，哇，一流哦！是不是？怎么是不是我煮的？神耶！香吗？不是吗？但是为什么？你试看。要落菠菜嘅。不是放菠菜的咩？菠菜铁质很重嘛。你嫌弃我煮的东西？没有，我嫌弃菠菜哦，哪敢嫌弃你啊？OK 哇，可以哇，唔系你估啊，入得厨房出得厅堂，得得地哇。是你平时煮的味道吗？不是，我的比较偏咸。跟对着镜头跟大家讲，今天的早餐值多少分？10分是满分？9分呢？还有一分呢？还有一分，就是要给你可以进步嘛。
食啊食啊，咁多嘢讲。我今天有没有觉得我很好？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是没有买淘宝呢？说逼购物车买了。我平时也是这样好的，是吗？你知道？哎，我的淘宝来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无事煮青豆，一定系卖淘宝。OK， 吃饱是不是？嗯。拿你的脏衣服出来。等一下。现在，我帮你洗衣服。看我诚恳的眼神。有不舒服是吗？我帮你洗衣服，没有不舒服。怎么要帮我洗衣服？等一下啦，现在。这整个篮子都是、啊？没有，不是全部。这个这篮放住很久了啊，我看很久了啊，真的。没有啦，它没有。捉不了。我来。我能熟 K 的。全部是臭的，要迅速。那你有来？啊、这个臭的。是不是？哇，全部都是汗酸味。男人味是吗？还跟我讲没有臭，整堆就是臭味堆。对。不要像上次这样啊，整桶那个洗衣精倒进去啊。Sorry， 我要解释，上次的错太低级啊，我这次有会更高级的错。我这次有新东西。有没有贤妻良母的 feel？ 直头吹得过啦。很诚实的咯你。Sorry 啊，我最喜欢就是讲骗话。刚刚好满满的，只多衣服还讲没有衣服。下一步就是拿起蓝色的洗衣液。不要，这个是我朋友送的 ，It's Clean Laundry Capsule 洗衣凝珠，一粒就可以洗一桶洗衣机的衣服啊。什么的？没有，你跟我讲这一包东西丢进去洗衣服啊？对啊，这样少哦，够咩？够了，一粒就够整桶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东西啊不是我朋友送我啊，我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也完全不懂哎。其实，在台湾跟日本是很火的。很多人用的，就是很适合那种一个人住的啊，或者外面租屋子的啊，在宿舍的人啊，他们就不要买整桶了，就一粒就可以洗完全部衣服了。像这个洗衣精啊，他们这种一买就是一大桶的嘛，又重，然后我又不会分啊，我上次真的是一倒我就倒差不多到这边下去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洗出来，全部衣服都是泡，讲洗都洗不干净。那这个 It's Clean 呢，它一盒就有25粒，大概就是24块，就是洗一次衣服一块钱都不到。它是三合一的胶囊，左边深蓝色的就是洗衣精，中间白色的就是柔软剂，然后右边浅蓝色的就是香精。它整个摸起来哦是那种软软短一短的那种，你按下去哦，它不会爆的。你不要看它小小颗啊，觉得洗不干净，它比普通洗衣精强8倍的清洁力，就是可以杀掉99%的细菌。我这样闻啊，它的味道哦是很香哎，清香的那一种，就是淡淡的清香味，它不是那种香精浓浓很呛鼻的那一种，这个比较 natural 一点。我都知道。你闻到是？是。那，给你拿剪刀来。不用剪的。不用剪。不用剪。叫我帮你开啊。哎，也不是放进这个格子啊。哈？它直接。丢进去洗衣机里面跟衣服一起就可以了，而且哦，它是一碰到水哦就会溶的。OK， 正常来讲呢，你放衣服之前丢进去也可以，放完衣服之后再丢进去也可以，你们喜欢了哈。那我们就盖起来，按开始，又开电。不呀 ，Sorry 啊，很少洗衣服的关系哦。开水，开水哦 ，OK， 必须去洗干哦，我需要时间。唔通你帮我做干洗啊？我需要时间想一下。On off start， 放手，你到底能的吗？能，我也给点干净之前，我帮你洗衣液。你就只是帮我丢了那粒东西在洗手。等一下我帮你塞满。OK， good。OK， 现在示范给大家看，如果我手试试碰到，会怎样？融在我手里，哇，很劲啊！哦，少少水果，爆了爆了！洗好了，哦，香哎，它淡淡的香味哎 ，OK， 它不是那种浓浓的化学香味哎，就是淡淡的香味。OK，
OK 啊？很淡很淡的，但是是香的。是哦。我因为我们有时我真的很讨厌那种浓浓的那种化学味道啊，因为我一穿下去，我觉得有时候皮肤会痒痒。哎，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味道啊，而且洗到很干净。小小淡淡的。小清香。可以啊，我们要晒衣服啊。我们晒衣服。你不用包包呗。我要拍一下你银亮独特的一面吗？衣服洗好了，100分，女友要放工了，抱走可恩要回来了。我今天又煮饭点吃，又洗衣服，你会给我多少分？10分呐、啊，当然是满分。他这么损叹耶。OK 啦，那今天的影片不要再秀恩爱了，我觉得再秀恩爱下去，我应该会被网友骂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比较喜欢100分的可恩？是暴走的可能都喜欢你可能你喜欢100分的阿 Ken 还是暴走的阿 Ken 我都忘记了